人家因为因当年贵族从阳山南庄乡农会，今年都主要提出讲有几个目标，认真当地的二亚文茶台，也天时条件过好，国家农民都用山前水来种，各种南庄的木米也有进口的上批安盆。石油暗美文石度，一只一只太空包的蛋糕，上车打上太爷乌木米。农民当地的种植下来的乌木米托好，准备出货本银行。对本月初开始中，农民全新工业，一年一流石头稳妥，总算托一只两年过后，又会出货成果。因为现在国人比较注重这个饮食安全哈，因为黑木瓦呢，像我们这次呢，整个都是做有机认证的栽培哈。目前我们整个剩下那个木耳哈，这个原料以及水，全部都有机检验通过。农民讲，亚哈南庄乌木米抢百分农民之中，总会具备会怕太阳五百公尺暗高，因为山区的石土同温差太，又因为用山泉水来喷水，生出来的乌木米都冻喷冻派，无论系料理还是加工做其他商品，竞争条件都冻好。FVA 他讲一套安泰连没有了，但是。这些喷土吼，啊，就是那些人家被种的好处下喷啦，韩国还有用心啦。三号类视频嘅就系乌木米太出的时期，初提供一本盘数，每几件由传统药渣同有机食品浆来接触，农夫同农民都懂其他野性的做法，做得为南种农业带来新的机会，核心稳种植面。